好，再看是美国之棒 NBA， 今天呢是进行了有十二场比赛的热身赛，金州勇士回到甲骨文球场来对上国王队。虽然三位主力有休息、休兵、轮休，但是 Curry 以及 Thompson 也只能打上半场的比赛，不过勇士队依旧是轻松获胜。是，那圣安东尼奥马刺客场挑战休斯顿火箭，马刺是靠着 Marcus Aldridge 双十演出带领之下106-97获胜，也让火箭是吞下热身赛首败。